Hello， 你好，我是 Peter ANS Broadcast Hello， 你好，我是 Peter ANS Broadcast 香港。我現在在這個 NAB Show 2021，今次我想介紹的是一個新的 product 叫做 Q Audio。可能呢對於香港來說，就 Q Audio 一個是比較新的，或者比較一個新的牌子。基本上其實他們是一間澳洲的公司，咁就都已經 locate 咗喺澳洲，都已經係一段日子噶啦。咁喺香港嚟講就比較新。咁啊，我想 show 俾大家一啲新，即係佢哋嘅 product。咁你見到其實就佢哋 product 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哋係一個 in 一個 kit set 啦。咁你見到其實佢哋可能一個 kit 裏邊，可能佢已經有一啲 boom 啊，有麥啊，有曬所有 holder 啊，咁樣所有成，所以其實基本上已經係 already all in one 咧。咁你唔需要話再去諗啊，可能我要買個麥，我去邊度買個 boom 咧？買個 boom 可能我要買個 holder， 要買一大堆嘢咁樣。咁變咗基本上你而家買一個 kit set 就已經可以完全可以解決曬所有嘢。同埋佢最大嘅賣點咧，同埋你見到咧，基本上佢呢一支好細好細嘅麥咧，其實佢已經可以做到一般好似例如 video 麥啊，甚至嚟 NTG 做到嘅 quality。咁啊，你見佢係好細啦，你見佢即係差唔多一隻手指咁大隻到啦。咁就你見到佢佢個 operation hour 佢只係用兩粒好細嘅餅電啦。咁大概個 operation hour 係大概 around 係100個鐘到以上。咁你見到其實係 very portable 啦。咁其實個好處就係話，例如可能有啲情況就係、是，如果你係 one man band 嘅，好似我而家咁喺 NAB 啦，即係可能拍又係我，收音係我，基本上連個 percent 都係我嘅話咧，咁基本上你係需要一個可能係一個好 compact 啦，all in one 嘅 kit set， 先即係嚟 for 翻你嘅 situation。特別好似例如而家可能話你去啲外國地方，咁你唔想拎住好多嘢，好 bulky 嘅 one man band 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這個 Q Audio 絕對係你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咁啊，希望你如果你想知道多一啲 Q Audio 嘅 information 嘅話咧，你可以去翻Q Audio 嘅 website 啦，跟住之後你可以去翻我哋 ANS 嘅 website for 翻 more information 嘅。咁就希望你可以中意我嘅呢個review 啦。咁我係 Peter ANS Podcast。